我们还是要感谢那个驾驶，想看如果他当时是坠毁在环洞，我们整个大动脉就动断掉一条。还有一点哦，他离那个高压电线只差50公尺，如果当时是少断那个话哦，整个大台北一半的电会停掉。所以昨天那个说那个驾驶还是尽力了。